谁在弄，谁想要变动，物极必反，何时才反，否极泰来，何时才来，如果可以，谁不愿意事事都顺利，还是多么就算折磨，磨出了花火，造化弄人，就算被弄，弄出个结果，物极必反，反转现在，否极泰来，期待未来，天有不测的风雨，有你相听，我逆风飞行，真实的活着充满了考验， Life and life， 或许会丧气，但我不放弃，身边的风景一直都有你陪我前进，勇敢地走着，沿途有坑洞， Life and life， 可以流眼泪，但我不怕累，勇敢来是不重来的来，为什么啊？哎、欸，对呀，小心啊！你
打电话问他一下啊。他刚刚有唱歌了。他刚刚唱完歌之后，然后就打电话跟我讲说，哎、欸，等一下就交给你了，就走了，哦、就走了。但你也蛮好用的。对啊，你就是他打电话就来了，是不是？这么好讲话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我也是莫名其妙。然后他刚刚就说，你这一集帮我代班的酬劳就是一条巧克力。好好、哦、这么多是是，然后我就说很便宜哦，好，然后结果我就把巧克力放在那边，就被郑伟吃掉了。郑伟，郑伟，这是你不对，你知道那个酬劳巧克力。对，大家好，我是郑伟哈。郑伟，刚刚我在刚刚就还没开始录嘛，我想到哎、欸、一条巧克力，然后因为小西有带，我想说是他的，然后我想说那我就来吃，所以打开我吃一口，然后旭就说我先咬了一口。没有，等一下。我还没开，他就说那我的。对，然后他就说那我吃一口，就一打开之后，冠霖走过来，那我可以先咬一口，然后他就咬一口，结果呢，后来就说要换衣服还是干嘛的，结果那整条就没了。欸、你们两个这样不行的、欸，你知道那个酬劳，小西的巧克力丢到 eBay 上面可以卖多少钱，你知道吗？多少钱？没有说到 eBay， 被我咬过之后，是时代的眼泪，大家都是 eBay 的眼泪。eBay 在那个无敌外网里面就出现，现在还有，那明明就还有，还有、啊，其实国外还是很对啊，还是很常用，还是很常用，还是有啦，国外还是伊莎贝尔比较小西，他是因为他有工作啦，所以他就直接就先离开了。他唱的这一首歌是交歌，他唱什么？交歌的 Live Life。Live life, love life, 没有 life live, life live, 好难念的 life, live live, live live and the life, live and the life。那个新年红包多领一点，去那个什么美语一下，还有很多要学，对，交学费，还有很多学费要交。life and life, 啊对，哎，这个很有趣，这次的主题是谁定的？小西呀、啊，我觉得很有趣、欸。那第二个主题就走掉了，对，第二个主题就走了。我觉得时代的眼泪很有趣、欸，眼泪，他就准备好一切之后，然后人就消失了。对，他先交代完，他先交代，他有交代一下啦，就是时代眼泪其实就是在讲说我们以前跟现在有什么差别哦。因为现在可能就网络非常发达，现在手机啊，很多东西会。对啊，就存在十年，那现在可能都不在了。所以你的以前要追溯到多以前？就大概我们学生时代啊，西元前2000。我们学生时代的时候啊，其实我们年纪其实都差不多。其实我们就应该算是有经历到一个转变。对对对。因为我记得我那时候小时候拿的还是那个 Nokia 的海豚机。我以为你要讲 BB 扣哎，没有 BB 扣太旧了。没有再找 BB 扣，我有拿过很短的。BB 扣只有大概一年时间，他就换成手机了。对。然后就换成 Nokia 的海豚机，就是那个从三楼摔下来，3310，就金刚机之类的、那個。没有金刚机还是在大的哦、喔，就后来进小的那种，就是你在里面会一直玩贪食蛇啊，对，里面只有贪食蛇，越吃越大。对，然后一直到后来我们就开始用Sony Ericsson 的里面有 MP3 可以听音乐，华盖的可以换主题，对，可以换主题。我那时候华盖超炫的，超炫的，然后还可以旋转，对，转盖，超帅。但我觉得我对我来说变化很大，是因为我会打游戏哦，所以以前都是玩电脑游戏嘛，就是电脑游戏，每天接龙啊，史莱姆，但不是，史莱姆好玩游戏区，线上游戏，就网络游戏，什么什么吞食天地啊 ，Luna 什么什么，就一直坐在电脑桌前面。以前，可是你玩的还是很后面的，已经很后面了。你那时候那个，你们第一个玩的网络游戏是什么？史莱姆第一个家，网络 ，online，online， 十七时代哎呀，你是什么？新哎，旧，这个我有点忘记啊。我是玩 Luna， 我是玩那个RO。哎，大家，你是什么？是天堂吧？哦，我是玩跟石器时代很像的游戏，叫魔力宝贝，叫魔力宝贝。哦，我也有玩。旭是什么？旭是什么？好好玩。旭说，他说 Luna。对，我是玩 Luna。超好玩的。轰炸超人 Online。然后这个结论告诉我，玩石器时代跟天堂是同个年纪的。哦。还有一个游戏 Luna 是什么？我突然想到，还有一个跑跑卡丁车。对，逃跑卡应该是炸弹车。有。那个大家都玩，对，那个就是国小上电脑课的时候，都会偷偷先下载，然后阿给啊，电脑因为一切回来，大家就开始这样。对，而且会同班，就是比如说我们这节比较好，我们就一组这样。对，我是老师会把电脑叫走。你说线上训练，所有人都会站在那里。线上游戏是要连线，都在线上游戏哦。对，我第一个玩的是小朋友击打胶，那个可以，那个没有去打，那个 IP 就可以连线啊。可以，那个可以。可是那个不算是电脑游戏吧？他应该说是你要花点数去
玩的那一种。天，你刚刚说天堂嘛，天堂跟石器时代应该算是同最前面的。而且以前还有包月费才可以玩。而且说到花点数，小时候好穷哦，這個、東西一直买點數。小时候不是都要去便利商店买点数，然后再回家吗？对，才可以。现在很可怕，现在手机一点，然后指纹一上去，哎、欸，花了，就花钱了。对，现在你去便利商店，人家就会以为你是被诈骗。对你是被诈骗？哎，你是不是被骗？对，刚下去，我不可以乱给。刚冠霖讲了一个中了商人的计的话，他说月费很贵。我跟你讲，免费的游戏才叫贵，好不好？你懂不懂？那一个月只花360贵个头啊！不是啊，你一个月怎么样就花360块？我们那时候年纪其实应该国小左右，对，就国小你要花300块。不过你怎么转换？现在免费游戏还是比较贵。打个 low 买个造型就是300块。哎，我说实在的，你现在一个手机游戏你十抽就多少钱呢？1100。哎，不好意思，我不玩手机游戏。那是你家的事。不会攻击了，你知道吗？好，那我们先聊。我们除了游戏，我们聊点别的好了。还有一个就是，还有通讯通讯软体 ，MSN 即时通这种的。我每次看到那个，有时候在滑 FB 就会出现说即时通即将迈入历史，就是再也没有即时通这个，就哇，对，天哪，以前都要有那种黄色的笑。我以前都会在线上等我喜欢的那个人上线。真的假的？那你会不会喜欢的人从头到尾都是假装离线？隐藏，有可能。对你可以设定，离线，而且他会提示你哦，下次他上线的时候就会收到你讯息。啊，对对对对对对。那即时通那时候，即时通前期它的那个动态是就是你自己输入嘛。对。它在后期一点点的时候，是可能你听 KK Bus 或者听什么，或者是你在看什么影片的时候会，大家会知道，它会跳上去，然后说你正在看什么。什么影片都会跳出来吗？对，这我跟你说，有一个就是我之前有一个同学，他那时候在看某一种影片，然后可能就是比较18岁以上必须才能看的影片，跟爱情有关系、跟动作有关系的这种片，我们就不要讲那么白，就是一些片影片这样子，然后他就不小心，他按到同步，他对按到同步，他没有发现。然后他隔天来学校的时候，大家说你昨天是不是在看那个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啊？不是，它显示一个晚上在上面。不是不是，就是如果你真的在看的话，那个片子会一直跳哎，会一直换，会一直换别片，会一直换别片，一直换别片，会一直换，会一直换。然后因为它会显示你目前是不在，就是不在，就在好像忙碌中嘛，然后在干嘛？对，在干嘛这样？对对对。就你可能在挑片，它就一直换。我觉得那个功能超可怕。那个同学后来是不是蛮受欢迎的？看了一个晚上。没有，大家都跟他要王子分享这样。他看了一个晚上，就其实这件事情是蛮丢脸的，全世界人都会知道。其实我超怕那种就是同步的东西，对，我们都会把那个关掉，就是我们今天要装忙，我们就是要忙到彻底，对，就是绝对不出现，完全消失，离开就是说要离开。差别最大的是隐私的问题啊，真的，因为你现在隐私整个都公开了，所有人都知道你在干嘛，或是你的现况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。也没有啦，你可以不要分享啊。是没错，但是其实你的隐私是已经很多都已经透明了，对，是蛮容易，因为要找到你其实也不难，就到 FB 上面看看你现在在哪里的，对，因为都在打卡、啊，而且有时候如果你正在滑手机，像 FB 会显示如果你正在看 FB 的东西，你就在线上哦。这件事情我觉得很可怕，就会不想回他都要回，你的绿灯就会是亮着，对对对，然后你不能去调说哦我在忙碌中啊，或者是干嘛，没有办法哎。而且以前就是你可能就是通讯软体或者什么，就是你可能以前都用简讯，简讯人家不会叫你已读，对，而且已读任何东西都有都会被发现，对，可以3个月后再回这样。现在网友在下面留言在笑我，现在用什么？现在他们说就说哎，冠霖就会想说刚刚讯命就上线。他为什么没有回我讯息？对，就会是这样。讯是不想理我，而且他是不想理我，就会其实开始心里会有很多小小剧场，就是啊。然后还有一件最可怕的事情，我觉得就是 LINE 的群组，然后你觉得你今天发一个，然后你就开始数。2个人已读了，3个人已读了，4个人全部都读，为什么没有人回我？5个人的都没人回我，6个满了，全部都读了。啊，为什么没有人？我就会产生一种就是你自己有一种被排挤。也就是小剧场会变很多啦。他为什么不理我呢？为什么不理我？是不是怎么样？是不是？其实大家就只是对对对，不回，我觉得就算，你可能以为他在忙。最可怕的是什么？他回说我先去洗澡。他过一阵子之后，你回我没有，对，过一阵子，你要密他，你是被发洗澡卡，没几句话说，哎，我要去睡觉了。我没有遇过这种，这是睡觉卡，我们也没遇过这种。如果跟你说他去洗澡，然后都没有出现的话，你记得要报警。他可能腻太久，还要去他家。孩子，对，而且因为像我以前是做接案的工作，
所以很可怕，因为像 LINE 啊，有 LINE， 现在有 LINE 之后啊，半夜都会接到客户要改稿。哦、oh. ，我有时候在看东西，然后他突然因为像电脑会跳出来，就直接整就是拖出来了，嗯，或者完了我不读他也不行，对，然后就只能半夜就是要加班，然后去改稿给他这样。这很多问题，其实我觉得是很不 OK 的。有很多人在玩传说对决的时候，那个讯息，哦、oh, 对对对，那个对。你为什么不接我电话？嗯，我觉得这个就是网络这件事情，它的演变太快，对它变得很快，然后它也很多，有很多的问题，有很多的好处，有好有坏。其实真的聊不完，不如我们先听一首歌，先唱首歌，先听一首歌了，好不好？真的会慢慢聊，这个聊下去可能会聊到明天早上。你曾经准备了什么歌曲？这首歌是邓紫棋的《岩石里的花》。岩石里的花，新歌来了。网路在走，我们也是走快的。的花会开，倔强的我会等。
么会选这首歌？难度的。因为这首歌其实它是在讲，它是在讲说一朵花，然后它在绝地逢生的花朵。生命力很坚强。对，但是它用这样的花去比喻一段感情，不被看好的感情。通常岩石里面的花是长不出来的。岩石里是不是？没有没有，所以岩石岩石它是长。那它那个花长的是男生还是女生？好了，这种话就不要再去接了。他就是邓紫棋在讲他自己的，因为他是公众人物嘛，所以其实他谈恋爱的时候是很容易，可能就见光死或者是怎么样，远距离的、啊，远距离、啊、不容易。台湾啊，香港怎么样？对对对，所以说我觉得我那时候听到这首歌，我觉得蛮感动的。对对对，然后就听了两三次之后说，哎，真的是。就是很可以唱到人家心里，因为他前面是慢慢的、慢慢的，然后过程的，对，越来越澎湃，就前面很感动，感动后面就变很动感的。没有啦，他有点淡淡的忧伤，忧伤唱，然后就有爆发。他算是比较内敛的歌，对，不然他的歌都是很炸，光切位啊，很炸，倒数，他的倒数也很炸。对对对对，所以后来就选了这首歌。是不是想偷懒？没有。其实你刚刚讲到一点，跟我们今天的主题蛮像的，就是你刚刚讲到说，可能像邓紫棋他们那种工作人物，会有一些隐私的问题。没错。现在的网络快，新闻也很快，对，资讯爆炸，超可怕。你像他们，如果以前偷偷在一起，根本不会有人发现。以前每个礼拜四才知道谁跟谁在一起。你要看一周刊登一周刊。我还在想为什么是礼拜四，他们在想说他们可能当下在干嘛，马上就知道哎。马上。对。很可怕，新闻速度很快，然后网络大家就这样滑，一直更新，一直滑，一直更新这样。就像刚就是冠霖说，哎。艾森要结婚了一样的，哎，他可以马上看到讯息就知道这个讯息了。二月三十号，他快心碎了，是不是？没有，我要等到二月三十啊。那你这辈子等不到，没有了，不要，大概四年会有一次的二十九号，对对对，就二九，会差那么一点点。他很惊讶说：“哎，艾森要结婚了耶！”我想说怎么可能？我就说应该不会吧，太快了吧？他就说下个月三十啊。哦，这个月三十，我们不要离题，我们在讲，我们在讲，我们现在社群平台啊，对，他的资讯很快，他一反就看到了。对啊，不得不说你的发音蛮标准的。怎么说？社群平台，社群网站，而且他都有在 follow 很多人，对，还有在关注。没有，我都会看啦，因为大家都朋友。南港展览馆啊，没事。什么啦？少借机进讲话，发音。林俊杰晋级的林俊杰，林俊杰，因为林俊杰那个绕口令，你们有练习啊？超难的，这个也是很猛。现在大家都是用这种，就是大家可能网络上面，然后拍，然后就这样互相一直分享，一直分享。有人念出来，你知道吗？真的，就华少啊，五秒没有华少，五秒就把它念出来。哦，他直接破他的记录，这样直接破。华少是谁啊？那个内地的主持人，一个主持人，哇，声音现在专门讲广告词那个，大家都会说，对，最小有华少在，因为那个赞助很快就念完，一下就把全部念完，对，念完了。他破林俊杰记录，对，他就直接破五秒，五秒就林俊杰六秒，他五秒直接破他记录，一秒很多。你们以前有没有参加过那个奇摩家族？有，奇摩家族，对，因为现在 FB 都会有就是艺人自己的那个粉丝专页，对，就是以前家族的时候，对，家族的时候就是你喜欢林俊杰，你就是会创一个林俊杰家族，然后里面就满满都是林俊杰粉丝。啊，这是粉丝创的吗？对，是粉丝创，那不是官方。那艺人他会知道有这个东西？如果很壮大，壮大就会变成那个什么后援会，对，然后创办的那个人就变后援会会长啊，对对之类的，就有后援。以前是有这种，然后就拿着那个板板到处跑这样。我说我加入过那种班级的那个家族会开，班级会开，每天留言，就是有的会员还会发卡，会员卡，就是你是会员一号、会员二号、会员三号那种，跟文具店一样是吧？哇，有这种事，我倒是没有加入过这种家族。有我年纪，我实在是无法幻想你那时候什么年代。对啊，乱讲话，你不是比我们还老吗？我小时候在想什么时候有人会帮我创一个家族，所以一直等不到，现在也没人在用这个东西。现在连那个粉丝专业都没有了，FB 都快没人用了，我还没有蓝勾勾。这样讲，那个消失的网站哦，就是无名小站啊，对啊，最多人用。他突然间消失小站，我觉得无名小站我自己觉得我自己有点可惜的是，那上面就是我自己创个无名小站，然后里面有很多写很多东西，很多故事啊或什么，因为我以前很喜欢写这些，然后该不会来不及收吧？没错，他不是有一段时间，给一段时间，然后我就想说，我还有时间，就有一天我突然想到的时候，已经过了一个礼拜，
然后所以里面全部东西都没了。都没了。对，所以就是让你好像可以直接转到雅虎的，还是转到什么的信箱。对，他连你里面可能存的一些比较珍贵的照片什么的，都没了，都没了，瞬间都现在都是出来都是外流。就是你珍贵的照片被人家外流出来，对，破解外流这样。哦，先不要，先不要，先不要什么啦，这个我们就不讨论的啦，讨论这些东西啦。没有，因为我们有时候会无法理解，就是为什么会有人把就是一些比较私密一点的内容，或者是私密一点的照片丢到无名小站上，嗯，然后设了一个可能会被破解的密码这样。哦，这个就是网络的一个可怕的地方。对，说实话，可是无名小站它后来还是有衍生出这种。同类型啊，部落格还是很多的有，哦、对，是没有这么的，但是没有这么兴盛，因为现在 FB 有 IG， 大家几乎都在这两个就是平台上。以前无名小站捧红了多少网红啊？对啊，对啊，其实现在很多线上，很多线上都是无名小站出的。每天在看无名的那个正妹啊，所以他都在那个，对。有时候我都会一直刷，看自己有没有在上面。你们不会这样吗？没有，我那刷会刷到现在还没刷到的。他如果有上的话，他会发讯息。有啊，有一次我就有刷到，然后结果那我就刷，哎，前十哎，然后结果不到五分钟就棒就不见了。哎，刷到很厉害哎。对啊。对啊，我没有想过这件事情。不是，我是直接收到讯息说，哎，恭喜你上前几名这样子，但我没有看到，我不会去刷，我是不会无聊去刷那个啦。是啊，我就一直刷，因为没事啊，然后就按重新整理，重新整理，然后一直看，很无聊哎。是不是，这个症结点在你怎么会有自信自己会上啊？因为就是小时候就觉得说，没有，你讲话怎么这么坏？因为一般人是不会上，一般人不会想要上那个首页，不会想要当一个什么？那会上的就是什么样的人？公众人物，通常都前就是你可能是漂亮，或是你真的有在经营的那一种。因为我们都只有同班同学会去看这个留言，对，就偶尔别人都是来骂的这样，就来回他这样。所以像那个连公众人物他们都会去使用吗？无名挑战好像没有，那个时候都是素人居多这样。就是红的是校花，对啊，以前红的人他不需要经营啊，也是，对，真的是这样，有人帮他经营，对，就是报纸。像现在那个有个线上艺人是周小涵吗？他也是粉那个无名小站的一张照片，突然间就红啊，对，那个时候很多就是一张照片，对，然后因为刚好在配合那时候的综艺节目，然后他们就会去搜寻，我猜，类似的，然后就去搜寻那照片的谁啊，把他直接找来节目。然后那个年代修图软体还没那么发达，对，所以都是真的，没有照片，对，真的是看那照片，然后走到现场，人都是一样的，对，都是一样，就真的是照片跟人。时代的不一样，你那现在像我们有在直播的啊，嗯，我不能说是哪个平台，反正就是在滑的时候可能看到，对，他就看到这张照片啊，这女生好漂亮，点进去，哎呦吓死人了，没有，你点进去说，哎，今天是不是代班了？对，就是你会看到照片跟那个影像是差很多，有点差，是现在影像可以修，连影像都可以修，对，连影像有这回事哦，有。你有时候看到有人在动的时候，他脸会变得突然变大，因为他的那个影像也可以让你可能是脸看起来瘦小。我们的镜头有这种东西，我们镜头没有，我们是 real 的，你是纯粹变大，放大，我们是 real 再放大，摄影大哥的技巧。我就是靠手动的，这个只能手动，确定一下。所以，我们这还是必须得说，我们摄影大哥很厉害，专业的，拍得很好看，而且他的动态捕捉越来越厉害了。对，因为我也有发现，真的越来越强这样子。对，不然我们来试试看动态捕捉，好不好？我们来移动一下，没有人要理你。你看，这个就直接喷到外面去，因为这个不能用，这个干脆不要。对对对。好了，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。好，接下来逸轩要带来的歌曲是啊，怎样？你是没有，我刚刚想说，政委到底在干嘛？他还在想，你在怀疑人生吗？政委在干嘛？这首歌是最近《森林之王》唱红的一首。哦，森林之王。当我们不在一起。对对，林宥嘉弹吉他，跟那个啥孙兆谷。对对对对，兆谷跟兆谷，就是他没有选安董，他选兆谷。所以他们一起唱合作这首歌吗？没错没错。哦，当我们不在一起，我们原唱是四分卫乐团。小时候听到是当我们同在一起。当我们同在一起，在一起。阿邓紫棋唱的是多远都要在一起。不用乱 Q， 接下来带来这首歌曲。当我们不在一起，我以为你要讲什么？今天要 Q 他。来，逸轩。
喜欢的那部电影与那一首歌，剧情啊，是谁写的？擦肩而过，就满脸泪痕。这首歌写的都是你啊，哦哦哦哦，我想你还不会知道啊，亲爱的，你怎么不在我身边？说真的，当我们不在一起，好多故事啊，并不是没有意义。我记得当。看着喜欢的电影，也想象不到现在的我们连续分离。为什么情到深处肩并着肩，却又走散了？每一天我努力着把清晰的全都模糊了，亲爱的，你已经不在我身边。说真的，当我们不在一起，好多日子啊，雨总是下个不停。我记得当身边。这歌不好唱，因为它一次一次比一次高，它最后一次副歌很高，它是后面那个喊来喊去喊得很高，很厉害，很乐团的风格。而且他很多音不是在他的那个音阶里面，就是有一点半音。你知道他这个意思是什么吗？他在说我走音。没有啦，我是说他这首歌很难唱啊。这个你们私下自己解决好不好？这个我不想参与讨论。我想爆料一件事情。什么事？你刚才唱这首歌的时候啊，然后旭又走进来，他就说：“哎，怪你在唱歌哦。”你说一般就是，你知道一般节目上大家都会保持就是不管你多么生气的时候，你都会保持那个就是形象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没有看人，我就直接从大门这样走进，我就直接进休息室，然后就听到有一个音很像他的声音，假音，可能是因为他那时候可能刚好唱或者是怎么样的，然后我就以为他，然后我想说，
哎呦，冠霖唱歌怎么进步那么多？不想到我也才一个礼拜没见到他，为什么要唱？然后就有小心小心默默说，这个是逸轩的声音吧？是逸轩在唱歌吧？我说，哦是哦，但是啊、然后不知道谁就说。逸轩应该没有很想要听到，就是这件事情，他应该没有很想要听到的。他唱歌有点夸张，我就在旁，因为我在旁边写东西啊，就听到，我就如果逸轩听到，应该很难过吧？他应该很难过。没有，我不要这样嘛，我不会难过。就叫你弹吉他，我弹，不要随便乱发出声音嘛。我不会。我其实只有弹吉他，我没有发出声音。冠霖其实也是很棒的，不要这样。我们来玩一个游戏好了啦。好，我跟你说，你眼泪擦一擦。听说今天有真的是有礼物的。哎呦，没处罚有礼物，好棒哦！ Taylor 哥佛心来的，你看新年，我们上礼拜还没有礼物，今天有礼物。没拿到的真的会掉眼泪，没拿到会掉眼泪。上礼拜有看到 PS 4三台搬进来，我们今天试试看。我们先把奖品说出来，看大家等一下会不会玩的卖力一点。是什么？来啦，说啦。今天的奖品是两张电影票。哇！可是我有问题，可是我们一组有三个人怎么办？所以呢，就把它内斗，对不对？没有，我知道。我看上半场，你看下半场。那你要约谁？不是啊，你们可以就是，例如说，就是如果你们就很喜欢你的这个队友的话，你们就两张票啊。那最后那一张票有没有大家三个人分？刚好三个人。Share 是因为冠霖如果拿到票的话，他要很多票哎，因为他要约很多女主角。冠霖平常就会约女主角，没有。他这边要约，你看要约双双，要约医生，然后还有雨儿、乔颖啊、严希啊、小他刚难过没办法约宋琛啊，现在又觉得可以约了，对吧？爱神爱神讲错，爱神爱神，对啊。所以呢，今天大家为了两张电影票，冠霖会杀一下。而且他是不是没有有电影票，还是能多少能省钱？对，没有限定，没有限定，就是你可以看什么都可以。要看什么？先来玩，来什么游戏？来，如果我想到了，如果这样子，我们今天如果时间够，大家快一点的话，我们就是定输赢，赢的那一组，然后我们再 PK 一题或两题，两个人就可以拿到这张电影票。输的那个拜拜。冠军中的冠军，好不好 ？OK。好，那我们直接来，快速，一样是比手画脚猜电影。大家最熟悉的比手画脚，好的，简单了，这个对不对 ？OK 啦。那我们分组就加嘛，我这个当关主的。我们组别就这样分了嘛？都可以，看你们有没有想要换，有没有？我们故意吗？我们就是混搭了，混搭了，混搭了，混搭吗？因为我觉得这样对他们太不公平，冠你，因为我们太强了。不然，我知道，不然怪你出去，你加入这样你也可以，我也可以拿，你可以拿点票啊，冠霖讲规则，其实很少看到你玩游戏，对啊，那冠霖玩啦，让冠霖，好，冠霖今天当主持人，我当主持人吗？拿电影票吗？可是我怕等一下没有办法加赛，因为时间它会拖很长。冠霖心想，每次惩罚都是我，然后福利没有，我就被赶出去了。快，好险这次没有惩罚，只有奖励。我们今天为了节目顺利进行，我还是先当主持人。好了，勉强。先给你了，没有加赛，好不好？我知道。那你先压哪一队会赢啊？如果你压中，你就可以，我就可以拿一张宙斯赛，没有你就可以加入宙斯赛。好，那你们赶快分组，快点。我们黑白啦，好不好？好，黑白分组。黑白压的一队，我黑。黑出来，先一队。你们两个一队。一队。好，来，先四个。选手不一样，选手不一样的，反正不一样的，选手不。好，那你呢？冠霖，冠霖，皇位是完了。冠霖最近都有赢的，来了。那你要压哪一队？完蛋了。我当然是压这边啊！我这个人不做假的啊！我从来都不会做那个，我想一下，没有，我就压这边了。等，所以你连想都没有想哎！你看，他刚刚讲是没有经过大脑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可以直接认输吗？不行，我们要有运动家的精神啊！对，搞不好你们会赢，因为像上次我就压了明明就，然后就冠霖赢了。所以你知道这很难说的。冠霖那组有谁？这个对啊，重点是冠霖那组有谁？我好像有点忘记。乔颖啊，乔颖很。乔颖跟是你吗？哎，不是你，雨儿吧，还是谁？我们那组太强了。那就是其他两个厉害。没办法把他们拉下来。哦，好，那我懂了。好，来，话不多说了，谁要先？好，你们筛选看谁要先。计时赛哦。剪刀石头布，剪刀布。哎，变拳是什么意思？变拳。没有默契哦。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。好，没了。你们要先还是后？谁先谁后？你们要先。先好啦，先死先死，先死先那个。他没有斗志。对啊。没有，我看到冠霖我就难过，我每次跟冠霖都输。有斗吗？我每次都跟冠霖。哎，
上次那一组啦，不是是冠霖，然后晨曦跟政委啦，就是你们那一次赢了吗？对，你们那一次赢了，我忘记了，反正你们就赢了。我没有赢过，那个当然有啊。好，来，我们是为了电影票，肯定要。我们就五题就好了，来，你们谁要先比？一样猜的就好。对，那你帮我计时，冠霖计时，冠霖计时。我没有，我们是猜，开玩笑，猜电影五题是不是？一样是不能讲到一件事哦。啊，一样不能讲到题目，知道？规则一样哈，我们老规矩。坐着坐着吗？猜题的坐着玩。猜题坐着，一样不能讲到里面的任何一个字。然后是电影名称，我帮你打开。然后看完题目之后，我们就计时哈。好，题目要记得给镜头看哦。OK， 好，来打开。你要跟我们计时开始哦。哦，这很简单。OK 哦，好，来。这个让他比，这个让他准备计时。我不比耶。让他开。看他怎么。十。这里节奏，我觉得这里节奏。两个字。两个字。那我们可以干扰。来，可以干扰，可以干扰。可以。讲错了，不要。蜘蛛人，蜘蛛人。哎。蜘蛛人。讨厌的那一种。你两个人又起来。啊。今天的只是。啊，我想到了。只是。来，下一题。小孩不算。听到，继续。它是一个车子，车子会变成变形金刚。哎，来下一个。来，恭喜发财！哎，等。地牢。游戏黑洞冠霖之。好帅！好难哦。不能讲到自由。好帅，好帅的称号。好了，可以了，来，请看。七个字，七个字。Lady Gaga 跟布莱德 ，Bradley Cooper，Bradley Cooper 跟 Lady Gaga 七个字电影，一个巨星的诞生。对。我们是比手画脚，还有七个字，都讲的，都讲的。你现在丑一哦，加十秒哦。OK， 好，好，来，好，几个字，几个字。五个字，大英雄天团，大英雄天团，恐龙，对，恐龙，哎，五个字，侏罗纪，侏罗纪公园，哎，侏罗纪世界，啊，对了，侏罗纪世界，哎，忘了，他要比出玛莎拉蒂了，玛莎拉蒂2分21秒，两分二十一秒，厉害了吧？算蛮快的，对，五题，有机会，他们在鬼修女那边省了很多时间，有机会，为什么？鬼修女，我只是要用一个的，换位，顺便讲了一个电影，下一个人，好，我们要坐那边，那我先，那冠霖，你帮我计时，好呗，没有问题，好笑，好了，哎，来。抽一题，镜头看。冠霖，你好讨厌啊！那么多戏干嘛啦？记个十而已。你现在是三个小学生。哦，这个有点难。要开始了吗？好，可以了哈。嗯。好，来，计时开始。安杰丽娜·裘丽。鬼说。探险的。安杰丽娜·裘丽。土木骑兵。哎。一题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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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哎，这个。好了吗？好了，来，五个字，前面两个字，超人，空队，超人，对，你们都不干扰的吗？来，哎，我出了两张，我突然觉得应该会赢他，对，这样子玩，不要太轻，好了吗？四个字，第一个字，对，哎，圆，后面三个字是。圆，嗨，海洋，元阳什么？元阳。第三个字是水奇缘。元阳平什么？元阳平。不是，元阳平。
《冰原历险记》赫拉克罗斯。换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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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换题。好了吗？哦，这有点难，这有点。好，好了吗？好好好，来，四个字啊，四个字。哎，圆什么？后面两个字。打电动的时候，打电动是什么？我们是什么？我们是队友，队友，队友，队友。玩家，玩家，对对对，一级玩家，耶耶耶，哦哦哦，厉害，剩两题哦，等等，没有个换题哦，哎，等等等，哎好，哎我知道，哎，好来，这个最近有出动画，最近才出动画，蜘蛛人，耶，对，哇，等等，最后一题，最后一题，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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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来，来，加油。四个字，四个字，四个字是跑的，没有跑阿贝，滑，然后阿贝滑，走不出去的，五棍阿贝，走不出去，米高，米高，移动米高，对，下题，1分54秒，耶，50秒。他们两分多了，2分21秒，啊，2分21秒，1分54秒，其实你们算蛮快的，哎，我刚真的卡了，你刚那个猜不出来那是什么？刚才那个是环太平洋，环太平洋啊，哎，这不是圆啊，是环，环，要看过的啊，我有看过都想不起来，我就知道了。机器人很多哎，什么人？对，也不会猜到这几个。什么人？台湾人，变形金刚又很好。好，我们是不是要有冠军赛啊？所以我们现在这种时代，哎，对，这种时代来了。我们先听一首歌，然后回来冠军赛，没问题。好，他们有题目吗？是，哎，对啊，换谁唱？未拆的礼物。来，未拆的礼物，未拆的礼物，粉丝来呗。给我一个人听。
诉苦，要让他们都羡慕。未插的，我给你介绍一下未插的礼物嘛。未插，想到大家都练成新的歌，我这礼拜刚好没有空练新歌，然后刚好上个礼拜有做了一个那个婚礼场，然后我很感动，弹这首歌的时候，又看到那个新郎新娘站在那个哦，那观众有泪流满面吗？我自己泪流满面了，你看到泪流满面没有？有时候我是一个很容易被。也不是自己感动，很容易站到别人的那个啊，就被周围的人感动，我会去想他的那个氛围，我就觉得啊，当下很感动这样。然后刚好那个雨儿他就选了这首歌，然后我才去听，然后觉得哎，这首歌刚好那个婚礼场很好用，哎，对，就觉得很感动。有没有想结婚的？对，我也想问这个。所以你是被雨儿感动到？没有，他是我雨儿，到底有没有听过？本来没听过这首歌，本来没听过这首歌，然后哎，他说你唱的，他说这首歌婚礼可以用，哎，对。当然是好听啊，对对对，然后我们刚刚分胜负嘛，对不对？对，接下来定输赢，接下来我那个刚刚拿到电影票也太开心，来这个我来拿，我跟冠霖要表演了，对，然后我刚刚压对组了，对对对，所以我可以参与最后的这个猪死之战，真的你压对嘞，我直接我就说我想都没有想，有你在其实很容易压对，等一下不对，你仔细想哦，刚刚其实我算是大功臣。因为我猜很快，不要再邀功了哈。那我简单说明一下，我们这边就直接分两两一组，然后你们来比，我们来猜，最先猜到的最先猜到两题，就即将可以拿到我们的奖。好，简单的序是一组的。晨曦，你先比，我们这边你先比好了，这次都不能讲话，不讲话，不能说话，用比的哦。好，那你们要低头，你们要上哦，要上，低头，低头。阿颖，先当那个裁判，不可以看哦。你说开始，我们再抬头。那他就不讲了，这样对，开始睡。要答题举手了，对，答题举手，来给讲答案了哦。好，准备了啊！好，可以抬头吗？预备，开始。三个字，祷告。答一题了，鬼修女，鬼修女，好厉害，答对了，已经一题了，耶，好厉害，不承认。他演得很烂，对，我刚刚想说，哎，第三个我想说祷告应该是跟婚礼有关，跟修女有关系。来啊，一比零了，这么快？旭，你要争气点啊！好，不要再讲。啊，好，那你们可以了吗？来啊，我们可能开始，我们可能会录到很晚。是在干嘛？几个字？几个字？你要先说几个字？一个继续认真。等一下，一轩比较快，手放下，一轩比较快，一比一，一比一哦，他所以快，所以我一直在看他，别忘了看你们举手，也太快了，那这样子的话还要再一题，对，再一题，还要再比，比较好笑，那没用冠霖，还要再比一题，天哪，有冠霖我就实在没把握。哎，你可以演内心一点啊！哦，你好好演哦，这可以，这可以，你好好演哦，最后一题，冠霖加油，好。四个字，好笑！我知道了，来，是跟棒球有关系的。哎，跟棒球有关系？没有了，没有没有。哎，不对，我想的是五个字，哎，四个字。移动迷宫啊？不是，他移动迷宫也一样的。哎，什么？神鬼奇航？不是，有像哦。什么？四个字。土木骑兵哦，为什么答对了？为什么是土木骑兵？土木骑兵，再给我演一次。他飞檐走壁了，没有，他刚刚在动作是绳子，然后跑步，然后在那个墙边，对，然后那个是悬崖，他从旁边，对，而且我前面还以为是那个复仇者联盟，因为有拿着那个剑的，有拿盾牌的，而且他刚刚一共是拉绳子，我知道。好，那你觉得这个演成这样猜得到，也是我佩服，吉他手，我佩服。你们可以，我们要讲下半场给你看的，没问题，蛮难演，其实蛮难演的，其实蛮难演的。那我们这两张票就一张给你，然后一张给你，谢谢。你们两个手牵手一起看电影，手牵手，各自看。就我们到那边之后他看蜘蛛人，然后我们看那个别的，你们两个分开来看就是一种陌生人，所以谁要变成陌生人的现在？接下来
双双吧，双双双双带来歌曲要变陌生人，对，陌生人，陌生人，没错。接下来带来这首歌呢，就是变成陌生人。等一下，哎，怎么样？为什么选这首歌？啊，为什么选这首歌？对，因为我去看的时候，哎，我发现这首歌不是很新的。但你干嘛不人家唱完再讲啊？我想先问嘛，好啊，也是可以啊。其实这首歌是我刚开始在等于说开始接触唱歌，就是真的开始要上课，我真的很喜欢表演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是这首歌是很打动我的。对，然后我后来才发现，原来它是徐佳莹的创作，然后正好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女歌手。第一次来的时候就有说嘛，徐佳莹。对对对对对对，然后我是很喜欢她的副歌。嗯，对，然后我就决定选了这一首歌，然后来给大家听。他touch到大的那个。对，他的。我们变成陌生人。哎，这是什么？还是那个离开你我才知道。好了，好了，我们听双双唱，好不好？好了，双双唱，听双双唱这首《变成陌生人》。心中
不心疼，怎么会发生？对，谁变陌生人？对，我们两个变成陌生人，遥远。你跟作文变成陌生人，拿了电影票就变陌生人或什么之类的啊？对，没有 Q 到，挖洞。好啦，好啦，我们这一趴非常的开心。然后呢，我们待会邀请到一位新加坡的女歌手，是的，而且听说有下一任蔡健雅的称号哦，超会创作的，对，超级会创作的一位女歌手。那我们休息五分钟，马上回来。喜欢我们记得抖内哦，别忘了抖内哦。Yeah.